老师好。好，李先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绘本爱穿裙子的花旺，它好像跟你上一本的绘本它的这个主题是有延续性，对不对？对，其实讲到，既然讲到性别平等，所以我就想说呢，写了美丽那也女生，那也有必要呢来写一本男生他的一些这个可能一些遭遇的对，有不爱穿裙子的女生，就一定也有爱穿裙子的男生。那我们面对这样的男生，我们到底怎么去面对他？老师来帮我们介绍这个绘本的故事。好，那这一本绘本其实我还没有就是那么样的，应该说那么样的激进。我这边的阿旺呢，其实是一个不丹转学到台湾的一个男生，不是台湾在地的男生，是国情文化的问题。对，所以我这一本呢，其实我有带入那个多元文化就带入不丹的国情，就对。对，多元文化。那其实呢，在东南亚国家那个不丹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呢，其实有很多男生穿的衣服呢，就是很像裙子啦，很像裙子的包括很多藏民也是对。那这个阿旺呢，他转学来台湾那么因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那有一些男生呢，看了奇怪，男生怎么穿那样的服装很像裙子的服装，就心里面就觉得很好奇那这个阿旺他就是每天都穿着裙子来上学。这边有一幅特写他们不丹的这个服装就是连身格子裙那个裙子呢，通常就会长到膝盖。对。然后脚上他会穿那个长筒的袜子还有那个 黑色的皮鞋。这跟苏格兰那种风笛装很像对啊，看起来就像一个帅气的小绅士好，那这个下课的时候这里的我安排的这个主角就是这个阿旺的朋友就常常跟他一起玩那这个不管是溜滑梯、爬单杠这个阿旺他都没有受到穿裙子的影响好，可是呢，有些同学就觉得阿旺很奇怪，说阿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那阿旺怎么会穿裙子呢？阿旺为什么爱穿裙子呢？甚至于呢，有的同学还很调皮在这个桌子上刻字说阿旺爱穿裙子这样那有一些同学经常会问他说为什么你穿裙子来上学？可有时候呢，这个阿旺被问的实在是很心烦就会大声的说谁说男生不能穿裙子？好，那有一些同学喜欢在阿旺的背后就装模作样模仿他穿裙子的样子有的同学呢就用那个奇怪的眼光看他盯着他的裙子看，这样就有点精神霸凌，对不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呢，甚至也就看到他走过来，远远的躲开，好像他会传染疾病一样好，那更可恶的是就是这个已经接近行为上的霸凌，就是有一次呢几个调皮的男生趁着阿旺在玩跳绳的时候故意掀开他的裙子那其中呢，阿雄还对他说男生爱穿裙子，羞羞脸有一些同学也跟着起哄也跟着起哄，然后呢，阿旺呢就哭得很伤心好，那接下来他就没有去学校上学了，就不想去了就不想去了受到这样的这个嘲笑那他就不去了那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就实施了一个课程的主题叫奇妙的衣服那这个穿这个主题呢，就是要让小朋友穿他们家乡的传统衣服来这个做服装秀每个人展现自己的传统文化，家乡的传统的衣服好，那么这个小美呢就跟妈妈穿阿美族的衣服阿美族的衣服就是红色裙子然后圆领的短袖上衣还有挂着五颜六色的珠链她还戴着这个有羽毛的帽子很像一个美丽的小公主那这个布隆族的阿布呢，
啊，他呢跟爸爸呢穿着啊这个蓝色的长背心啊，那么这个背心呢上面呢有百步蛇的菱形花纹，哦，很像一个神气的小勇士。啊，那这个小玲呢，他跟他妈妈呢啊，他是穿客家花布做的粉红色的裙子。啊，这个客家花布上面呢还有开这个红色的牡丹花啦，啊，很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好，接下来轮到阿旺了。阿旺一家人跟他的爸爸弟弟呢都穿着啊这个不丹传统的衣服啊，就是那个袖口宽大啊，然后黑色长筒袜子，然后黑色皮鞋啊。好，那么这个服装秀结束以后呢，老师就啊再做一个机会教育啦，就是说呢，世界上呢很多国家哈，这个不同国家人都会穿不同的衣服，是啊，啊，那裙子不是只有给女生穿的啊，像那个不丹啊、缅甸、马来西亚啊，也都穿裙子啊。那这个不丹的男生穿的裙子啊，它其实是长袍，那叫做裹啊，啊裹。那缅甸的叫做弄吉啊，那马来西亚呢叫做沙弄啊。那这个大家听了就觉得很奇妙、很有趣了。原来如此。对啊，好，就拓展了他们对服装的视野了哈。好，那么从那一天开始呢，啊，下课的时候啊，这个阿旺跟同学啊，就常常在游乐场一起捉迷藏，一起踢足球，一起跑跑跳跳。好，那么这个就是同学呢了解了以后，就接纳他了，接纳他，然后呢跟他一起玩啊。那么从此以后呢，大家对阿旺穿裙子来上学啊，也不觉得奇怪了啦。啊，那么阿旺的朋友越来越多啊，他的笑容呢，就像春天盛开的花朵啊，哈，越来越灿烂了，越来越灿烂啊。好，好，那我知道老师最后都一样有这个 Q&A 啊，Q&A， 我们来看看设计哪些问题。对，就是这个呢，就是我其实我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些就是希望唤起孩子的同理心呐，啊，唤起孩子的同理心，就是说呢，譬如说，好，这个如果你是阿旺，啊，跟刚刚那个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是阿旺，那同学这样对待你，你会怎么做，是，啊，那你如果是他的同学呢，那你会怎么对待他，啊，如果你是阿旺的同学，你看到阿旺穿裙子，你会怎么对待他，啊，这样，那你会像其他同学一样也是嘲笑他吗，啊，那去跟他恶作剧吗，啊，这个，啊，都可以让孩子先去思考啊，思考啊。另外呢，我也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台湾传统的原住民的一些服装啊，然后呢，还有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这是新住民越来越多了哈，那新住民二代，所以呢，族群越来越多元啊，那所以呢，我们也让孩子去了解到说，世界上有哪些国家的男生呢也是穿裙子的，啊。对，那当然呢，最后我这一题呢，就是啊，还是希望父母亲、老师跟孩子去讨论说，你觉得男生可以穿裙子吗？为什么？嗯，哦，那最主要原因是要让孩子去自己去思考，对啊，那去说出一番的道理，嗯啊，那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说，我写这本书。绘本呢，并不是说要鼓励男生都来穿裙子，而是说呢，希望说我们的孩子能够去尊重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穿着的自由，那当别人的穿着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去尊重他。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很喜欢穿裙子的话，我们应该要尊重他，就 对, 對, 對, 對，不应该说就觉得他是异类或欺负他，或觉得他是怪胎这样子。对，就像那个很早以前，就是有那个比较女生倾向的男同学，他在学校就同学就骂他娘娘腔，对对对，哦，那他可能穿的衣服又比较中性偏女生，比较漂亮就对，对对对，那有的男同学就欺负他，那这个应该是要，哦，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是要越来越能够去避免这一种事情了。不过家长自己本身如果这样教导小朋友，他自己也要去尊重他身边的一些同事或朋友。如果说是比较
比较同性那一方面的，我们也应该尊重他就对。对对 对, 對、嗯。其实我觉得现在教育有些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教导小朋友是一回事，我们自己大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所谓的可能所谓的代沟，也是的是这样，就是两套标准，教小朋友用一套，就是、应该是说，父母亲也要跟着学习呀、啊。对 对, 對，因为毕竟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是活在现代，不是 活到过去的。对对对，没错、啊。我们的孩子他将来他要去面对未来。对，没错、啊。他未来有很多是啊这个不确定的、啊嗯。那我们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啊、对。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嗯。好，今天谢谢郑老师为大家介绍这个爱穿裙子的这个阿旺。谢谢。谢谢。